伞兵跑图5分钟，我感觉他骂了我2个小时。家人们，我出伞兵了，小包你没歪。现在之所以能心态平和地讲述这件事，是因为我已经疯过了。不得不说体验感非常好呀，听他跑了5分钟的图，我感觉他骂了我2个小时。冲刺时骂我真慢，没叫你跟着。开宝箱时也骂我多余，就连雨过天晴他都要骂我2句。见了点阳光就能高兴成这个样子，幼稚。但是真正让我疯的罪魁祸首还得是伞宝这条元素爆发语音啊，叫大声点。这是干啥呀，这不要我命吗？还有这个同伴生命值低的语言，别的角色都是关心你保护你，但伞宝不一样，他是真骂呀。要你何用，也没指望你派上用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三宝在你过生日时还是挺温柔的，虽然不会送你礼物，但是会送你上天。